秘密咧就係飲多杯先同你講啦，係啊。咁啊，成功關鍵咧就係唔好怕艱難，肯試肯做就一定得。所以合作夥伴咧就係發展商啦、室內設計師同埋需要裝修或者更換廚櫃嘅業主。有請 Rafael。介下我的業務，我業務就是廚櫃空間製作。 Elsery 就是我們 Elsery Group， 就是代理一個電器品牌。我們的成立於2012年，接下來踏入第12年了。由我們接觸的意大利的廚櫃品牌到現在都好幾個品牌了，到時至今已經去到香港、澳門和國內，都是我們的總代理。今日我嚟講一講解我哋嘅品牌嘅一啲片段啦，係。首先講就係 Arminia 啦，咁呢個廚櫃咧，最主要就係一個名設計師 Anton Stewie 啦，咁啊呢個大師咧就為好多品牌創作，咁包括。你見到我哋嘅廚櫃嘅元素啦，唔單係廚櫃啊，啱啱見到色鋼台啦，咁同埋一啲燙玻璃嘅燙門啦，可以俾你擺一啲好優雅、好靚嘅一啲擺設啦。我哋會放咗好多一啲傢俬嘅元素喺廚櫃裏面嘅，咁好令到大家可以放咗喺一個廳啊，或者一個 open kitchen 度咧，係可以再配合到個超前 design。你見到啲燙節門係一啲 pocket door 就係打開再攝入去裏邊啦，咁變咗坑位啦，同埋一啲有一啲 system 嘅風格。呢邊都講究好多一啲 slim cut 嘅一啲設計。好，跟住另外咧，我哋講講。第二個品牌啦，咁呢一個就係全人手製造嘅 Officine Guru， 就係佛羅倫斯嘅作品。咁所有嘅冬工序啦、刀工啦、一啲焊接打磨啦，全人手做。咁最近我哋成日都講啦，喺 Netflix 嘅《碧鹹傳》啦，咁都會見到佢嘅報導啦。講解佢身後嘅廚櫃，同埋佢同個女女啦，同屋企人嘅一啲烹飪啊，或者一啲生活細節。咁身後就係用咗我哋嘅 Officine Guru 嘅廚櫃，咁亦都有其他唔同嘅系列啦。咁主打係一啲用顏色同埋鋼材去一啲框架，唔同嘅顏色框架去堆砌翻佢嘅。性格，佢採用了三種物料，一種就是不鏽鋼、銅和鋁，全金屬的，裡面一個木頭都沒有。我們可以這樣堪稱就是說可以成全百年的一套廚櫃。木的元素只是得裡面的刀叉架的位置才是有木的。亦都配合到一啲家電嘅配合啦，啲家電嘅 cover 即係面部，我哋都會安裝到好似我哋廚櫃表面。有不同的案例，我們都有在香港做過不同的，是的，那可以就這樣看上面。這裡可以講講的就是我們同泛亞集團做了一個寶山道具，
咁我哋全部做曬，咁亦都出自我嘅設計。嗱，我哋個 showroom 嘅展廳係中環嘅，咁可以咁講，嚟緊我哋都可以講話點樣可以用一個經濟啲嘅價錢去打造一個靚嘅全櫃，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嘅朋友 OK 啦。咁我哋慶幸我二十年裏邊都仲係好有熱情，我都會為個朋友去做一啲 hand sketch 嘅 video rendering， 自己手畫嘅。咁啊之後會製造咗好多一啲適合美國全櫃啦。呢啲全部都係貼地啲、經濟啲嘅，咁但都可以做到好歐洲式嘅一啲鋼材啊、啲設計。啊，咁啊，我嘅展咧就係室內設計師啦、發展商啦，同埋比較講究主食烹飪嘅業主，係啦。多謝各位。咁我咧就係有三份禮品啦，咁啊都大家聖誕快樂啦。Chicken Dog 的意大利手製的吹製的玻璃杯三隻，咁啊冠軍就係兔仔啦，當然啦，亞軍就鴨，季軍就係烏龜嘅啦。咁大家可以喺個台度講作答啦，係啦。咁係邊個？喺大台啊！業務群啦，係業務群。咁啊嗱，而家個問題就係咧。啊！邊位名人係用嘅全櫃哇！快到撳入去都要彈嘅，有個主席啦，第一個啊，快到啊！就係李出健，第三名係 Stanley 喎，碧城係咪啊？邊個叫碧城啊 ？OK， 碧城先啱啊！好嘅，恭喜曬啊！祝大家聖誕快樂！嚟有冇先啊？俾你見證啊！阿 Rafael， 咁啊 ，Rafael 咧嗰啲櫥櫃咧真係無可置疑嘅。咁帶上去俾呢啲客人啦，咁尤其我都係家私都係我做設計師多啦咁樣。咁個個設計師咧真係都有手指公話讚不絕口啦。咁第一產品嘅優秀啦，同埋。阿 Rafael 嘅專業同埋細心啦，個個客人都係讚嘅。咁但係大家想改善你哋自己屋企嘅櫥櫃更加精準啲咧，或者更加係方便啲咧，咁你記得揾阿 Rafael 啦。好，唔該嘅。跟住有請 Sir 啦。係 ，Rafael 就正。咁咧就啊，開頭見到100萬，我唔記得你嗰啲櫥櫃幾多百萬。咁我哋有個 job 咧就係一個內件嚟。就絕對唔係用啲最高端嘅廚櫃啦，咁就但係Rafael 都好支持我哋，咁啊俾我哋個服務係一流嘅，多謝。咁啊，跟住咧應該到阿 Amigo 啦，不過阿 Amigo 咧就唔喺香港，但係佢都拍咗條片嚟到比較見證阿 Rafael 嘅，好睇睇片。好靚女啊，冇聲嘅。聽曬，聽到好清楚。聽到好清楚。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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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好清楚。設計咧，佢個員工咧都係無敵嘅，咁亦都係好細心啦，係啦，佢非常之專業啦，係啦，咁我非常之靚仔啦。咁啊，另外咧就係今晚咧就係個水喉漏水啦，係啦，12:30都打俾我啦，咁我就即刻第二朝10:00就揾師傅嚟解決咗問題啦。咁啊，所有人要揾櫥櫃就揾佢 Rafael 啦。